好，再来看行政院长吴敦义呢，他之前跟被称为所谓老大的江清良一起去巴厘岛共游啊，那么引发了轩然大波。那么这个江清良呢，昨天晚上本来是已经发出了这个新闻稿，说今天上午10点要来举行记者会，结果呢临时喊卡取消了，他只简单的发表声明。你还记得昨天吴敦义的定调是这个更生人呐、啊，过去年少轻狂啊，大家不要一直去挖这个旧账。那么今天呢，换成了这个江清良他自己讲说，对于自己过去年少轻狂犯下的罪行相当后悔。助理呢，他说江清良目前的心情很难过，相当沮丧。